莎莎，你帮我把这包巧克力塞进去好不好？我实在没有力气了。我的天哪，你的背包已经塞得满满的，还想塞进这一大包巧克力，这是不可能的啦。拜托嘛，等一下到了山上我再分你吃好不好？嗯，好吧，那我试一试啊。哎呀，不行啊，仔仔，我没力气了啦！还是叫魔镜公公来帮忙好了。啊，找我帮什么忙啊？魔镜公公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快帮仔仔把这包巧克力塞进包包里。哇，仔仔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带这么一大包，想离家出走啊？我好端端的，干嘛要离家出走啊？魔镜公公，我们是要去爬山啊。爬山呢？哎，这是个好运动啊。魔镜公公年轻的时候啊，也喜欢爬山。要不是现在年纪大，我还真想跟你们一道去呢。魔镜公公，快帮帮忙嘛！我这包巧克力都塞不进去。好，让我看看啊。哇，仔仔啊，你怎么带这么多吃的东西啊？果汁、汽水、饼干、牛肉干、口香糖、苹果、香蕉、薯条、汉堡。啊，仔仔啊，你到底是去爬山还是去野餐呐？魔镜公公，你不知道爬山很辛苦哎，所以需要补充很多营养的。带吃的东西啊，固然重要，但是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东西啊要带啊。什么东西啊？比如说雨衣、指南针、登山地图啊。哦，对了，还有笔记本也很重要啊。爬山为什么要带笔记本呢？对呀，因为在山上啊，有很多稀奇的植物、动物，如果能把它们随手记下来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哎呦，爬山就爬山嘛，干嘛那么麻烦？又不是去上课。就是嘛，难道世界上真有这么认真的人吗？当然有了。在明朝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叫徐霞客的人，他很喜欢爬山。每次爬山的时候，他都会把山上的地形、河流、岩石、植物记录下来，后来写成一本很了不起的地理书，叫做《徐霞客游记》。哇，那徐霞客一定到过很多地方。那当然了，他的一生啊，几乎都在外面跑。啊，魔镜公公，你可不可以说他的故事给我们听呢？当然可以了，不过你们不是要去爬山吗？啊，没关系啊，时间还早嘛。对，魔镜公公，你快说。赶快嘛。好。天地一游侠。小朋友，前面我们和你说过了很多明朝的故事，有和尚皇帝朱元璋的故事，郑和下西洋，还有那些令人讨厌的太监。明朝原本是很强盛的，但是被这些太监一搅和，国家也就越来越弱了。但是到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的时候，他虽然很想振作，把国家重新复兴起来，但是一切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在东北的满洲人已经向他们攻了过来。关于这个故事，我现在先不告诉你。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故事是发生在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的时候，一个叫做徐霞客的人的故事。徐霞客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旅行家，他不但跑遍了大部分的中国，他还每天写日记，把在旅行当中所见所闻全都记录下来。有一次，徐霞客和旅行的伙伴顾城来到湖南的茶陵县，
请问老人家，这茶陵县有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啊？有啊，离这儿啊大约3里路的麻叶湾，有一个崖洞，人们叫它麻叶洞。可是谁呀、都不敢进去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这个洞里有鬼怪呀、老人的声音有点颤抖，仿佛把这个洞名告诉了徐霞客，鬼神就会出来找他算账似的。可是徐霞客和顾城听了都十分感兴趣，一直要求老人家带他们去，老人家说什么也不肯，徐霞客和顾城只好自己去了。两个人来到了麻叶湾，村民都好奇地围了上来，想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居然敢闯麻叶洞。我当是什么3头6臂的人呢？一个是老头，一个是身材五短的毛头小伙子。哎呀，是啊，听说那个老头叫徐霞客，曾经走过大江南北呢。切，走过大江南北，走过再多地方也没用啊。我看呐，他们这次必死无疑啊。不会吧，既然敢来闯麻叶洞，说不定他们会法术哦。说的有理啊，你看那个叫徐霞客的老人身体多硬朗啊，挺有精神的。哎呀，别说了，我看看他们想怎么做。徐霞客听着村民的议论默不作声，原来他正在物色可以作为向导的人。村民当中有一个年轻人听说徐霞客有法术，于是站了出来，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当向导。于是徐霞客、顾城和那个年轻人各自点燃了一支火把，往洞口走进去。洞口非常小，必须蹲下身来才进得去。法师请走好。我们先生不是法师。什么？我说徐先生不是法师，他是来考察麻叶洞的。什么？你们不是法师，那我可不去了。青年一听，立刻转身冲了出去，把正要弯身走进洞里的徐霞客撞倒在地上。哎呦，既然你们不是法师，我才不和你们一起进去送死呢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自己进去啊。好吧。徐霞客和顾城拿好火把，重新向洞里走进去。村民们挤在洞口，提心吊胆地望着他们走进洞里。徐霞客跟顾城走啊走，什么鬼怪都没遇到，反倒是走到路的尽头了。怎么会是个死洞呢？不可能啊，要不然村民不会这么害怕。咱们再找找看。这里有一个小岩洞。咱们爬进去。进不去啊，洞太小了。不要紧，我走前面，你跟在我后面。徐霞客说着便趴了下来，一只手伸向前，一只手贴着地，举着火把，腹部和背部都贴着岩石，缓缓地向前移动。火把的烟焰灼得他脸部发烫，熏得他两眼直掉泪，胸口也闷得很难受，一呼吸就咳呛了起来。但是徐霞客全都不顾，仍然继续往前爬，顾城则紧紧地跟在他后面。爬着爬着，突然浓烟减少了，火焰突突地向上窜起。徐霞客感到奇怪，再往前爬几步，原来山洞高大了起来，他高高兴兴地站了起来。哎呀，真不容易啊，总算是爬过来了。虽然没有看到鬼啊，不过这一关可真像是鬼门关呢。前面还有一个洞，跟刚才那个洞差不了多少啊。我的天哪，还得再过一次鬼门关啊。顾城嘀咕着，两人又像刚才一样爬进去。这时候已经是中午了，太阳暖暖地照在人们的身上，可是等在洞口的人们却感到一丝丝的寒意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恐惧跟害怕呢。
在洞中，徐霞客和顾城已经爬过了第二关。这个洞比刚才那个还大，洞的西边有一道垂直的裂缝。顾城猛抬头一看，不由自主地大叫一声：“鬼！”徐霞客听到顾城的惊叫，赶忙顺着他的目光注视的方向看去，不由得也大吃一惊。只见洞顶的岩石上，一个怪物张开血盆大口，正冲着自己扑来。徐霞客急忙拉着被惊吓的呆住了的顾城往洞口跑。天哪，这洞口实在太小了，看来他们是躲不过怪物的追击了。徐霞客抱着头等在洞口，让顾城先逃。可是好奇怪啊，怪物怎么还没扑下来把它吃掉呢？徐霞客吸了一口气，定一定神，再仔细看了一看。哦，哈哈哈哈，顾城，别爬了，快出来看看啊！看什么看啊？怪物来了，快逃吧！哎，没有怪物，是我们看错了。啊，没有怪物。顾城有些不敢相信，他小心翼翼地爬了出来，放大胆子仔细一看，不禁失声大笑起来。原来是山壁上凸起的一块怪石头。哎，那形状啊，还真像书上画的鬼怪。哎呦，吓死我了。怪不得啊，人们要传说这儿有鬼怪。猛然一看呐，这块怪石头还真是会把人的魂都给吓掉的。说的也是啊，你看，哎，连我胆子这么大的人都吓呆了。顾城，你看看这些石头的形状好奇特，而且是千姿百态，有的像飞云，这有的像彩霞，有的像是真禽，有的又好像是怪兽，个个活灵活现的。徐霞客被眼前的岩石吸引住了，立刻拿出纸笔将它们全都画了下来。接着他们又往前走，来到了一个山凹中，凹底的沙石铺得平平整整的，看样子是经过河水常年的冲击而成的，只是现在河水干了。看完了沙石，徐霞客和顾城又转向另一个山洞里。山洞两边的岩壁上雕刻着许多美丽的纹路，看起来像是一条雕花走廊一样。他们在山洞走了大约半里路，突然停了下来。哎，这洞里边难道有人住啊？嗨，不可能啊，谁会住在这山洞里头呢？可是这明明有一张床，床沿还有帐帘呢。走，我们悄悄过去看看。不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啊，说不定啊，这才是村人所说的鬼怪。我看我们还是趁他没发现我们之前呢，快点走吧。哎呀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了？走走走走走。徐霞客举着火把带头走了进去，顾城也只好壮起胆子来跟上去。他们两人贴着石壁一步一步地挨过去，等走到床边，两人哑然而笑了。原来是一张石榻，榻上原来是一朵朵的石莲花，四周长长的石褥垂了下来，看起来还真像是一顶帐帘呢。哎呀，真是太奇妙了，真正的帐帘呐，也没这么漂亮。真是巧夺天工啊，老天爷的手艺确实太棒了。是啊是啊。徐霞客不由得称赞起来，他立刻又在笔记本上记了起来。徐霞客忙着记录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手中的火把渐渐暗了下来了。火快用完了，我看我们赶快回头吧，否则的话就出不去了。哎呀，现在出去太可惜了，我还想多看一会儿啊。哎呀，不行了，再不走啊，咱们就要死在这儿了。好吧好吧，回去吧。两人于是顺着原来的路走回去，
这时候等在洞口的人早已经不耐烦了。他们呐进去大半天了，我看呐准叫怪物给吃了。我看也是啊，太阳都快下山了，就算没遇上鬼怪也该回来了。那就是啊。哎，谁叫他们不听咱们的劝呢，死了活该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咱们回家去吧。啊，村民叹了口气，转头往回走回去。突然有个年轻人叫了起来，哎，看火光啊，哎，有火光啊。哎，真的真的耶，洞里有两道微微的火光射出来了。哎，是他们回来了。人们又都围了过来，正在回头走的人也转身奔回洞口，挤到人群当中往洞里望着。哎，真的，他们真的回来了。哎哎哎哎，你们看见鬼怪了没有？那鬼怪长得什么样子？你们怎么斗得过他呀？哈哈哈哈，洞里面呢根本没什么鬼怪啊。没有鬼怪？可是大家都在说。哎，那是误传，不信呢明天你可以进去瞧瞧，那儿真是个好地方啊。哦，好，明天呢我就进去看看。我也去。我也要去。徐霞客和顾城被当成了英雄，大伙儿围着他们问长问短的，直到太阳下山了，他们才告别麻叶湾的村民往西山走去。徐霞客一生几乎都在旅行，他把许多地理的特征都记录下来，后来的人就根据他的日记编了一本《徐霞客游记》。这本游记不但记录地理方面的知识，文章清新，也是一本很好的文学作品。小朋友，等你长大了，不妨把它拿来读一读，相信徐霞客会带你去游历许多地方，教你认识很多很多的地形、植物，甚至于山里的动物呢。哇，徐霞客好厉害哦，全中国几乎都跑遍了耶。我好羡慕他哦。我要是也能像他一样每天都可以在外面玩，那该有多好啊。仔仔啊，徐霞客并不是在外面玩呢，他是在观察山，观察河流和各地的风俗习惯，这是很辛苦的。我知道啊，要是我也像徐霞客一样，我也一定会写出一本很棒的地理书啊。你呀，算了吧。谁说的？我看你啊，每到一个地方一定是先把带来的东西吃完，吃完了就睡一觉，然后就下山回家啦。连山啊长成什么样，河流啊是怎么流的，你一定完全不知道。查查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吗？我才不会这样。你就会这样啦，打从你一出生我就认识你，到现在你一直都是这么好吃这么懒。好，查查，你等着看好了。仔仔，仔仔，你去哪？我在找笔记本。我找到了。查查，你等着看好了，从今天起我仔仔又开始随手做笔记，将来我一定要写一本很了不起的地理书，仔仔游记。好啊，我等着瞧。呵，你现在连字都还不怎么会写，就想写游记，笑死人了。碰到不会写的字的时候我可以用画的哦，这还不简单呢。仔仔这个办法不错，记录的方式啊有很多种，除了写和画，
也可以用照相的，还有也可以把实际的东西啊收集起来，也很有意思啊。听到了没？只要我仔仔想做的事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好啊，那我们来比赛啊，看谁的记录做得好。比就比，谁怕谁呀、啊？好，那魔镜公公啊就当裁判，优胜者魔镜公公有赏。好，魔镜公公不可以任性哦，保证公正客观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们该出发了。魔镜公公，我的这些东西你可不可以替我保管？我不带这么多了。没问题啊，交给我。魔镜公公，你发誓？发誓？发什么誓啊？你发誓绝不会偷吃我的东西，我实在不放心呢。啊，你居然怀疑我？那我不替你保管了。仔仔，快点了、来不及了啦。啊，好吗？那魔镜公公，你发另外一个誓。另外一个誓？什么誓啊？你发誓你不会全部吃光。好吧，老天爷在上，我魔镜公公在下，我绝不会把仔仔交给我保管的东西全部吃光光，至少留一样等他回来吃。啊，才一样哦。一样已经很多了，仔仔，你再不快去啊，你会输给莎莎哦。哦，好嘛，一样就一样，魔镜公公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哈哈今天可是赚到了，汉堡、巧克力、汽水，哇，这么多东西啊！哎，先吃什么好呢？今天我魔镜公公啊，真是太幸运了。